本来呢我都想着是写几日就不写了，应过班师奶那些我都有下性应身重要求，那我都不写了哈。点知道呢他失惊无神 send 了个短信给我朋友，那我朋友 send 给我看，我制度在 Facebook 的，他说我呢为了做屋湖那个工程一英开架，系啊，就识你嘅样板，做唔成，所以咧就遗恨在心，就爆佢咁样吓、啊。我话我香港好似唔做工程，我啲礼拜我当时同阿杜华法师讲最多50,000到嘅啫，即系你哋要用噶吓、啊，我帮你打窿啊，打嗰啲，即系我做刘德华嗰啲，我都系咁啦，用光线透出嚟啦吓。我话你阿杜华法师仲话。嗰日我哋系咁讲啫嘛，佢话冇钱，冇钱送俾你啦，或者我厂做开噶啦。咁我厂做嗰啲咩？我做我哋条设备咧，8,000+，我喺意大利嚟嘅。嗯嗯嗯，系咪先？我系20米咁长拉出嚟，就喷涂喷晒噶啦，系用法国嗰啲油漆，我20年都唔会甩嘅。我入咗呢条设备之后，我第一单工程系新加坡地铁，吓、啊、跟住咧就韩国。地铁即系扩展嗰部分啦，同埋你依家坚尼地道嗰度地铁红色、蓝色嗰啲都系我哋嗰度做嘅。嗯嗯嗯。最紧要一样嘢，大家记得反修例。反修例咧，就嗰啲地铁啊、机场啊，俾人破坏晒噶嘛。系啊系啊。我哋连夜咧，我哋间厂修复嘅，喺厂做好晒，第日咧就车落嚟香港装翻嘅。都话啲工人咧漏夜开工嘅钱啊。香港政府俾嘅，都话啲工人做睇到咁样咧，佢话唉，我哋真系事头婆都唔系想话你，都唔系话想有钱唔想赚啊！佢话，我啱啱整好你又破坏晒，即系嗰啲啲银机啊，嗰啲乜乜物物嗰啲啊，嗬，啱啱整好啫，问到落嚟啫，因为我嗰啲大陆工人唔可以嚟安装噶嘛，违反条例噶嘛，咁我呢边有个 engineer 噶嘛，有工程师噶嘛，咁啊要。落到嚟咁，我上边都有人跟到落嚟嘅，就要睇住嚟装咁啊，有当地嘅工人嚟装噶嘛。系啊系啊。咁啊，连夜装好，第日开档翻咯，咁你又话坏埋咯，咁你就所以即系点讲咧？我唔需要，其实你嗰度洞云嗰度六户啊，系六户精神同埋。你用我啲铝合金料都唔使用到1亿啦，系嘛？咁你土建啊，吓、啊、水电工程唔使钱啊？唉、哎，阿威文，你又做工程噶啦，咁、啊、你一睇就知啦，系咪先？仲有啊，嗰、那个咁啊，嗰、那个乜村姑啊，做咗嗰啲工程啊，又话1,700+，嗱、啊，老实讲，我唔系做工程，但系我爸系香港大学建筑师嚟嘅，毕业喺嗰个年代30年代，我从细啊苗头苗到大嘅威文，嗱、啊、你可能未见过，以前冇晒图机噶嘛。咁啊，嗰個設計師設計咗張圖出嚟咧，我就要描噶，嗰塊板嚟斜嘅，有板斜嘅，咁啊嚟描嗰幅圖冇飯食嘅，我哋細個咁落嚟喺咁嘅環境中，但係你話我識唔識啊？連嗰啲圖啊乜我都識睇啦，係嘛啊？所以我哋喺澳門啊，成我都係唯一一個電工女孩嚟嘅女人。我做好多嘅，做發展啊，做嗰啲即係英雄不愧當年勇。咁你假博士，你咁样话我，你即系踩咗我条底线啫，即系话我做一亿，咁我梗系呵捞嘢啦，埋起个想就翻嚟，我日日爆嚟，食唔食啦？嗱，我日日有嘢爆，啊，咁啊，越爆啊越多，越爆啊越多，勾翻我个记忆，即系佢踩我条底线之后咧，我记忆搭翻条线，我睇翻嗰条线搭翻，所以我记得到啦啲嘢，就系搭翻，唔系黐线，唔系黐线，系搭翻。是搭翻咗咩啊？搭翻我咪记得咯，咁啊逐样逐样嚟讲咯。咁我依家咧，我头先即系威明讲嘅，我唔会记恨，但系我唔会原谅，我系会告，我系会。因为我几时告？可能十日后见光同律师开埋会，因为我讲咗噶啦，下半年我得闲噶啦，我告我话律师帮我入品，跟住我自辩吹啊！我唔使律师同我辩，我自辩。我睇你村姑同我啲，我要告埋你哋 K L 啊！你哋嗰啲话我白卡啊，乜乜嗰啲，系得两个冇讲我白卡，一个金家人。金家人话睇佢写嗰啲 Facebook 又唔似白卡喎、啊，但系
你哋 KOL 揾食都唔系容易啊，都唔会告你哋噶吓，你哋都系争流量嘅啫，因为都系收到料，人讲你又讲嘅啫，搬嚟搬去，你哋唔系好似村姑嗰啲咁啊，踩人底线、恶意嘅攻击，佢直头想系打低我。我老实讲啊，伟文，我咩风浪未见过啊？我系直接沙漠里面嗰棵草，晚黑有滴雾，我就生存。咁犀利，有啲蟹就点？有滴雾，我系生存得到噶啦，打我唔死啊，揼我唔死噶，系嘛？咁我你话我都70岁啦，我咩未经历过啊？嗯，我系出生系一个好好嘅家庭。我父母亲俾咗一种爱我哋，吓，同埋咧，我从细咧，我屋企有司机，有马姐两个好大嘅，咁啊，同埋咧细个咧，我屋企人咧，你知啲客家婆噶啦，哎，生个又女，生又系女，三个女咪当我仔养咯，我读到中学我未做过群噶。我都剪男仔头，剪你依家呢个头啫，系真噶，系真系噶，我有相啊，好靓仔添啊，我细个靓仔到咩，眼仔碌碌噶，啲眼仔靓到咩咁啊，所以我细个我同啲男仔玩嘅，因为我读书好叻，我唔使听课噶，我唔使听课噶，但我做作业快到咩咁咧，就诶抄啦抄啦，系啊，抄功课我以前都系教人哋，男同学最中意抄噶嘛，系啊，唔中意做抄功课，跟住咧我翻学咧。呃咗有两个男生嚟等我嘅，同我孭书包。吓，交功课啦，好嘅，差唔多咁啊。男仔同女生啊，成日嘈交噶嘛。咁啲男仔啲口才梗唔够女仔叻噶啦，一嘈交，担张凳俾我，我就对啲女生啊嚟噶，开战噶啦。啲男仔企喺我后面，所以我觉得我细个咧系即系几开心咯，同埋我自己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做咗电地记者。所以我是去了伊拉克啦，去了 Alpha 啦，去了 Golden Triangle 啦，咁啊，即系我好，我要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咯。传奇喎、啊，你呢个人生都啊，唔系传奇，系一种开心。我要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。其实我读大学我系读 banking 嘅啫。我妈话唔得，大嗰个又话唱歌，啊，细嗰个又话拉小提琴，唉，中间嗰个又话写书，第日实饿死你。佢唔得，你读咩景啊？你读咩景啊？你读医嘅学士，会读医嘅写书。佢话你读咗一门专业之后咧，你做乜嘢我唔理啦。你嗰饭都唔掂，你翻嚟都好专业啊，咁样。所以我妈系嗰啲好。聪明嘅客家人，即系客家女人啊！咁我妈都好叻嘅，咁所以即系变咗我哋系冇乜顾虑咯。即系我哋唔系话好有钱，但系就系话可以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咯。即系我妈，即系我去你哋 Auckland 嗰度，我都话咯，喺好80年代，我仲要去 Pango 去咩？我妈话嗱，旅行支票喺度。信用卡喺度，吓你洗晒好翻嚟啦！妈成日话噶，嗰只雀仔飞出去啊，个裤咁咪翻嚟，冇钱咁咪翻嚟咯。所以喺你哋屋里嗰度都好多回忆噶，去 Pango 啊，去嗰个 West Samoa 啊，我都去过噶。所以我嗰时咧就将所有去过嗰啲地方每日写篇游记啊，就俾新加坡联合报。笨，好多人睇啊！就系因为我哋嗰时咧系睇三毛嘅小说长大啊嘛，好中意三毛咧，系啊，三毛嗰、那个唔系撒哈拉沙漠啊，台湾三毛啊，郑秀明啊，撒哈拉沙漠啊，乜乜嗰啲啊，哇，憧憬住佢啲爱情同何潇嗰啲爱情啊，嗰啲乜嘢，咁我咪，哎，我都要学下何潇啦，我学下三毛啦，读完大学走人，去行一轮先翻嚟啦，咁样，咁啊变咗我哋系。即系我唔系话好认真嘅人生嚟噶，阿 V 文，我都唔知道我啱定唔啱喎，所以我对嗰只村姑啲嘢我都系无啦啦嘅啫。我系有心针对佢，无啦啦佢就从个博士开始，咁啊佢自己喺阿翁坦几个节目又话承认是假博士啊嘛，系买翻咧，唔介意买翻咧，
咁你唔知啊？咁啊，即系其实我咪话佢咯。其实佢个样啊，一睇落去点系博士啊？嗱，西人啊睇我哋中国人咧，我睇 style 嘅，即系睇你个品味。即系你一企出嚟，唔系话靓。即系中国人就话啊靓啊，大眼啊，啊个个都系范冰冰咁嘅面，即系狐狸面啦、啊，奸人面啦、啊，范冰冰尖啊嘛。咁鬼佬啊唔系噶嘛，一举手一投中睇你 style 噶嘛。咁你睇下只村姑啦，佢都河马一样面型噶，即系嗰啲我哋叫做咩大福饼，即系啲西饼，即系大福饼嗰啲。